玩奪棋，即係啱啱食咗飯，時間8:43。做咩兵啊？仲未解完啲 A10 嘅，即係啱啱8:08，即係8:40已經發出咗8號西北烈風暴嘅信號，即係而家已經發出咗啦。即係睇翻出邊落，即係出邊有大風，又預測路徑噶。停航啊，停飛嗰啲啦，咩東涌線唔停麗景站，直情係由南昌到青衣站，即係高速咁唔停麗景站，即係行機場快線嘅路軌啊！即係凡嗰個咩 BO 嘅 Toby Lee 成日都唔中意 po 曬啲嘢俾人睇。阿波，我而家喺邊度啊？邊度邊度邊度啊？又阿瓜瓜阿爆波，係咁講咯，真係唔知佢工作有乜嚟啊！即係啱啱去拍片，拍7:05，即係仲嗰陣時係3號強風信號，即係拍咗之後，我本來想住拍個重負，但係一去香消圍就爆曬人，所以所以我寧願落車算。跟住又成日都有繁忙時間有廣播，就係咩話？乘客請注意，本站3號月台現正實施咩繁忙時段先落後上嘅乘車安排。搭706751線嘅乘客咩可以喺前半部候車好似係。跟住西站嘅廣播就係咩？請乘客請注意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，列車服務維持正常，就係咁啦。跟住咩？3號強風信號生效，港鐵、地鐵、輕鐵會加強服務。我想問加強服務得咩？我見個車，我見個天上興就寫咗，好多人揸住搭705、706，706嘅 P 都有喺坦尾村站。次次對面一定爆曬棚嘅，定係收嘅 P？ 即係而家爆信號放咗，即係而家落緊白波落緊，即係可能掛大風。我出咗去影咗兩張，但係食過一張相，即係掛住個交叉嘅貼紙，即係間天盛街市就係咁啦。哈佛時代，天盛街市個門口。銀龍啊，連個個屋苑嗰個窗都係咁。尾時因為吹嗰時，因為咩？因為大風所吹壞咗，吹爛咗個玻璃。呢個咩？警方拉咗喺前兩個月之前盜竊保險箱盜竊嘅警官咯、啊，即係喺5月2號就係咩？見咗鎖匙，都係損失咗，即係當值之後就唔見咗，跟住發現個保險箱少咗成100多萬啊嘛，少咗成。即係我8月1號，即係今日已經放咗5條，聽日都係5條，我都係想雙數嘅啫，想。即係個東張西望播咗咩？一屋六有記嘅。東區生活即係飲食嘢嗰陣時啊，即係尋日打野局啊，尋日。跟住騰就播咩重複最新消息就係會喺8:09，即係6:30新聞嗰時爆西北烈風信號啊嘛。跟住即係話咁準嘅喎，即係唔排除放9號烈風、10號颶風嗰啲咯。就係、是、個。嗰個咩泥炭啊？我有講過嘅。我嗰個 friend 好似中意棋子啊、水母啊、水魚哥嗰啲啦，因為我見到佢訂義啲人次次都係啲女仔嗰啲啦，訂義嗰啲台灣人嗰啲玩 LOL 嗰啲，咩美國唔知邊度鹹水咁爆裂，跟住咩
全国最弱健康状态，啲水爆晒出嚟啊嘛，太多水啦。咩 first blood 诶 last blood， 即系 last 一滴血冇扣过，即系佢扣个数嘅啫。佢讲嘅，我都系冇翻过我以前 market 佢屋企嘅，可能搬屋嘅随时。